京城民防坑道，从京城车站这里进入。因为讲解刚就在地面上完成，进入坑道导览员只是带领进行体验活动。京城坑道全长2559.2公尺，为及防卫党政动员经济运作于一体的地下战斗网。京城坑道事件时，正逢1979年初大陆和美国建交，停止对金门炮击，金马外岛由原本炮火相向进入没有炮声的时代。金门县政府为活化利用京城民防坑道，重建地下金门城防体系，开发为观光卖点，在京城车站2楼新设入口坑道主题展示馆，并以车站起至金门高中出口间的地下坑道及碉堡设置主体坑道体验区，一趟游程30-40分钟，金门民防历史尽收眼底。京城民防坑道的出口就在金门高中的后方，